如果你也对古建着迷，那么这座梁思成也未曾踏足的老城就一定要去。走进崇福寺，迎面的天王殿内供奉的四大天王怒目圆睁，栩栩如生，走近便是浓浓的压迫感，仿佛只有经过四大天王的敲打锤炼，我们才能去见佛。二进院中的弥陀殿堪称是崇福寺中的奇迹，因为它是一座被完整保存下来的金代木构建筑。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建筑技艺上的五绝：匾额、塑像、壁画、雕花门窗、几世琉璃。走进殿内，三圣坐在佛台，最吸睛的还是古朴精湛的造像背光，草叶卷云纹仿佛流淌的艺术，堪称造像背光之最。四周墙壁上的金代水陆画与古寺神殿中演绎仙神佛界，心思技艺足见妙明之境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崇福寺中曾经有着一件珍贵的宝物，北魏千佛石塔。塔煞现藏八义博物馆，塔身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，而其中的故事带你去了解。